有效票数124票，恭喜宝贝大联盟以71票战胜成功之父53票。你们赢了之后，我是整个人躺在地上振臂高呼，就是我感觉这场拿下来太关键了，就是我觉得整个士气跟心情都不一样。这没单纯想让你歇一会，休息休息。截至目前，宝贝大联盟项链数是2条，成功之父联盟3条。本轮对决胜负已出，有请胜宇交出项链。我当时就觉得输赢不重要了，对，而且我觉得我们输了又好像没输，因为我们是小比分，对。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表达出来，就 OK 了，我觉得就够了。然后这首歌，然后配了刘松的新 hook， 然后哇哇突破自己，把它唱出来，演绎得很好。长沙话有句话叫“有了如此，还要如何”。真的吗？就其实他们那歌也挺好，挺蛮刁钻的。它上面降了一个那个民歌的那个，我就觉得得来不易的项链，对。这条我们一定要死守，对，血守这条。